有一个人到某家公司应征，说说看你的能力如何。只要给我一根杠杆，我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。哦，很好。那你对公司有什么要求？要求？嗯，没关系，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。我希望可以周休二日跟劳保健保。当然没问题，这都是最基本的。还有呢？我希望有年终奖金3个月，每年有一次出国旅游。这也没问题。还有呢？那我想带我的狗狗 Cookie 一起来上班，它真的很黏我哎。还有呢？啊，对了，不知道经理有没有买保险呢？这里有一份资料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哦。太好了，我正想买一份保险呢。这么巧啊，你还兼做保险，那你一定会很忙喽。我再派个秘书给你吧。啊，太棒了！哎，先生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开玩笑，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。